感恩您收看今天的大爱人物志，我是亚平。近思语说，用心就是资深，用心就是专业。咱们今天的特别来宾啊，很资深也很专业，贤惠郎，来看他的照片，就是他，来自基隆的黄金寿师兄。拥有41年丰富的水电经验的他，过去曾经参与许多慈济的大型活动，比方说早年正言上人全台湾巡回的幸福人生讲座，比方说1991年慈济在台湾大学举办的爱心党严冬的义卖委员会，比方说1998年大爱台在中正纪念堂举办的开播晚会等等等等等，他都将他的水电专业发挥得淋漓尽致。不仅如此，当1991年他踏上了大陆安徽的土地，他也背起了照相机，背起了录影机，帮慈济做记录留历史，这是人有无限的可能。你想知道黄金寿师兄28年的慈济路，从青丝到白发，为何总能恒慈出发心，步步生莲，处处结好缘吗？我们来看黄金寿师兄的故事。一走进慈济之工黄金寿的家中，就像来到一个电器博物馆一样，整个客厅不是成品就是工具，这其中还有许多都是回收而来的。一只外观如新的电风扇只花他新台币10块钱。这爱用这个沾车油，哦，马达这个心爱用这款沾车油，明你用咱一般的迄个润滑油哦，哦，啊就安尼，这个把它，哦，一个沾一个。像讲，比如讲，我定定咧讲教吼，伊如果按照我个教这个步骤落去吼，家己嘛会动啊，自己也可以 DIY 啊。嗯，看了差不多用个，我转来吼，我经过我的手过吼，伊就搁活起来啊。拥有甲级电匠执照的黄金寿，不但专业，他更惜福。家中许多电器产品都是回收而来，在经过他的一番巧手，不但可以消暑解热，更让屋内大放光明。亮了，有无？啊，这嘛回收的，对无吼？啊，这本来这个架都是那个，这嘛是回收人买的啊。好，啊，搁这哦，搁一盏。哇！啊，安尼时阵，我两个省电灯泡装上去吼，这个整个一大块吼，都有光线。黄金寿爱惜物命的心，经常是为了慈济置业在做打算。回收来的灯架可以让外场活动在光明中进行，就是眼前的这两个喇叭，也是在举办大型活动时让法音宣流的工具，通通也都是回收品。就是这个软帽，拢呼气啊，哈，这呼气啊。啊，好去啊！我哇，这对那把这足贵个嘞，这无俗嘞。哦，啊，我来甲回收转来，啊去，摕去互人修理这里，换这里，安尼来。啊，我伊安尼，有得伊落个个，得个弹啊，得个弹啊，而且吼、哦、出来的声音迄效果阁足水个。我就是就是安尼捡东捡西啊，捡到几斤啊。只是有些活动可以用回收的，但是黄金寿对于慈济活动仍有所坚持。为了办好一场庄严的活动，他也不惜成本的添购专业器材。无啦，这件不是件，这台米萨，嗯，哦，这台是专门处理国外处理的用的。哦，嗯，国外处理用的，专门做处理国外用的。例如什么用到过？咱请员工去文化交流活动，哦，即将开始，请大家不要站着，坐在椅子上，我们准备哈、哦、要来以虔诚的心来念佛。啊，好，师兄师姐，啊，请大家请就坐，阿弥陀佛。
兄，我们都常尊称他师伯。为什么？因为他的典范是很让我觉得值得学习，是因为我们只要邀请，因为他负责的是音控，哪里没有电没有水，只要有他就会有电有水有灯光有音乐。要成就一场成功的义诊，许多元素缺一不可，除了专业的医疗，也需要带入慈济的人文交流。基隆地区的慈济志工定期支援慈济北区仁医会，每个月一次在双溪国小所进行的义诊。黄金寿自开始以来就没有缺席。黄金寿不论承担什么工作，都用他的专业以及付出无所求的心，成为其他志工学习的典范。果然用心就是专业，用心就是资深哦。从1985年投入慈济至今28年来，就是越做越欢喜。今天不仅黄金寿师兄来之外，还有三位亲友团哈，让姐姐来介绍。来，请咱的和气副队长游松山师兄，干杯！好、嗯啊，还有领导的书记马兰活动组的团队哦，陈秋珍师姐，干、嗯、杯！还有我们的陈丽文师姐，你是活动组的团队了哈，今天大家一起来见证了。嗯，过去可能他们不知道啊，你就要自己讲了。好、哦，这水电的专业啊，听讲你伫金门退伍回来，做到当已经41年啊。不是金门退伍回来啦，是金门义工回来台湾。哎，哦，我是金门义工回来台湾的时候是伫台南。是。哦，啊，就甲退伍。我民国60年退伍。哦，啊，退伍了，过一日过年，拄拄有接到这个教育厅举办的技艺训练班。哦。伫玻璃高农，玻璃农工。是。哦，举办。哎。伫入去遐读4个月夜间呢。哎。嗯，啊，我真正去读这4个月夜间呢，吼、哦，迄是学遐老师吼，就嘛真甘心啦。啊，哪个？风雨无阻。风雨无阻。哈、啊，风雨无阻。做红胎我冇过去，安尼啊，哎，迄路树倒来吼，我就看门只用牙，冇牙去甲下去。下过树啊，你冇要去好好读册就对啦。对对对，比较系迄个做电个做电个老师，甲做水个老师吼，足、感动啊！啊，迄暗我叹上济，两个老师教一个学生，无上济就对啦。所有功夫干哪是，甲你全部拢灌入去啦。情囊相授，情囊相授。对对对。所以后来家己个。冇开水电行，对吧？啊，甲级的这个电匠，冇有啊，水匠的执照冇有，所以讲水电你拢安通了，对啦。拢安通了，不怪拄好我讲资料吼，真正曾经慈济的许多大型活动都有你的身影了。哦，我足感恩的哦。哦，用我所有的，哦，施工唔是为啥东西生活，是为工作而生活。不是为了生活而工作。对对，是为了工作而生活。生活，啊，我有了这笔功夫吼，啊，拄啊，甲这里74年，接到组织，哇，我足欢喜的，啊，所谓活动啥吼，需要注意点的，是，我就是举手，一马当先，嘿，一马当先，义无反顾，啊，所以从迄当阵开始来吼，比起的，阮从迄当阵我前10年，嘿。拢是伫做黄素哦，哈、啊，正常面拢做黄素，啊，加这个1991年的华东水灾是，哈、哦，哎，参加有这个机会出去赈灾哦，哦，啊，回来了后，咱有为着华东水灾这里吼、爱心党员动的活动，开始伫台湾大学啊，台湾大学校园举办这里大型的义卖活动，哦，那边是破纪录的。啊，哪个？哈，一百几台，一单位。哦，600多个摊位。嘿，对。啊，跟你有什么关系？我去设备水电啦。哦。650单块。哦，每一单都要注意啊，啊，不爱电啦。啊，对哦。啊，今日咱叫你坐，孙兄孙姐来啦。咱请请咱的这个秋珍师姐啊，咱 Lady First 的啦哈。她真的是分秒不空过的人呢。不空过。要不要举个例子让我们听听看？像说他，我们今年的那个祈福，7月吉祥月啊，他早上啊，8月25号早上在双溪义诊，
然后那个中午收完了以后，又赶快赶到我们国家新城，我们那个第二园区这个地方，我们五湖里礼宾会堂，又赶快又布置到晚上，我们要办爱撒祈福晚会，他马上来，一到又刚开始又装。装饰架设这样子，把它圆满，然后到我们玩了九点多十点多，然后他又开始收完了，把那些器材全部收到他的车子里面去，再带回家，所以就是好幸福，好幸福。你看他这个船郎呢，讨债啊，丢出门，提鞋渐渐扛，自头做到尾。对。啊，几台车你拢要家己修嘛，搬上搬下。搬上搬下，有师兄到谁做？师兄，你做这么多吼，那地公庙看到啊，咱的活动组的团队嘛看到啊吼，咱的丽文师姐哦，看了之后学到很多宝啊。对呀、啊，当每次活动当中，在搬运当中，我都会看到金寿师兄，我都会很积极的去帮忙把东西搬到旧定位。然后当旧定位的时候，不是，然后接下来就是每个活动我都会帮忙把它测那个放好，然后学到我。他都会教我们一些那个音控的一些关美嘎嘎，然后每次当活动一结束的时候也要收啊，但是在收当中他就说你们要把所有的线都要把它整理的好，不用再重工一次，然后也要放到他把它归到他的车子上，也不是说今天再随便放在他的车子上哦，随便一放然后他又找不到，因为车子那么多东西他都会找不到，我们要帮他问他说要放哪个定点、然后我就认为他的车子真的是一个百宝箱、有条不紊啊，齁是后北京的金甲地德吧，不是啊齁、那你松山师兄也要来见证一下啦、有时候帮来帮到忙就麻烦了，对对对，因为有时候讲回来齁、需要有淡薄古摸啦，这样齁、定金啦、对，说到定金是好听，因为齁、这个东西哦，他把它搬下来以后，要搬回去的话，一定要每一件、每一件旧定位。那么无你嘛，一个下无掉吼，伊只只车贴袂入去啊。哦，迄、那个物件足济啊，所以说他搬上这个地方的时候，我们是向他负责搬上车，我一条包货，我是把放在边啊。哦，可以可以。所以说，而且那个他那个收线的话哦，你越爽，把它连凹掉丢掉。所以说，师姐刚才讲的就是说，他那个线一定要顺的那个位置，慢慢要卷好。这样才能够下次能够用，不然你要卷到不好的话，它会断丝的。断丝的话，这条线你又拿出来可能就不能用了。所以慈悲要智慧，智慧要慈悲，悲智双运的对啦。其实师兄这个二十多年来的慈济路啊，也遇过许多的波折跟挑战，甚至包含无常啊。特别是这个2000年哦，象神台风扫过台湾啊，他家。不管住家或是店面啊，都受灾殃了。他即使如此啊，还是坚持要做慈济事。这个事情等一下回来再说。我们先来看，现在基隆的新会所正在新建中，师兄如何发挥他的专业来付出？你讲，伊这是硬能硬机的，你甲缩甲剩气温，能硬机你甲缩甲剩气温，变个嘛烧气。啊，这像像黄师兄杨小丽，黄师兄这是杨小丽，一庄家，一庄家的啦，一庄家，哎啦，你前面叫伊来修理，叫来啊，一开门啊，伊都你知影伊庄家是哦，本来阮家人区的所有就是拢伊在整理啊，哦，哎呀，音乐专业技能的结缘，让黄金寿在基隆区的慈济人眼中成为了一个无所不能的水电专才。不论是什么电器，只要到他手上，很少有不能起死回生的。除了通晓电路，就是治水也有他的一套。等于讲，迄台派伊对无吼？系啊。啊，等于修理。对，迄台等于修理。我来再一台，我迄两月来。啊，两月来要创啥？我来抽水啊，抽这水，甲抽好清气啊，无风太过来，然后水来吼。啊，即卖因为这就是有迄个环境好啊，无啊，才会像这个清气啊。啊，这啊，即卖爱清啊，拢清清气。即卖搁再来吼，水落去吼，才无迄个细菌啊。为了赶在台风来临前将工地的滞洪池清干净。黄金寿必须在超过38度的高温底下工作。你要讲一遍，你在哪里要解决？我是塑胶管的，已经听。为什么？啊，咱这
要做迄个莫大吼，爱有一个源头。你这叫伊上届无吃得到嘛？哦，超贵啊！这里来啊，就掉，就是这个吗？这是什么东西？弯头。有了弯头，还得再接上几节水管，这才能够搭配从自己家里所带来的抽水马达和泥印工具，开始来动手施工。这一次所要清的污水，让黄金寿必须完全客制化的，依照现场环境和条件来进行施作，这些也是要靠经验累积而成。哦，那个加了没有？我那边那个门口那边硬起来，那这都这空。哦，这位最有想干了呢。这位个朋友闭嘴哦，啊不想干。这下面一关一干完，干你搞出来。啊，水出来就安尼，对啊，安尼就是相干的啊，哈哈哈哈哈。嗯，安尼问题解决了，真欢喜啊。啊，看到安尼做了有啊损失，安尼看到无欢喜。用什么心态来咧做咱家人苦尽心中的这个工程？没有用欢喜心吗？感恩心吗？因为家人苦吼，有需要一个场所。来把上天的这个理念，哦，都组织精神给传播出去啊！能够付出就是最大的福报。加入慈济将近30年的黄金寿，不但自己付出，也欢喜带领身边的人一起行善。你到了，阿弥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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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阿照，好来。阿师姐做。师姐，你做黄师匠的幕后做多久啊？哦，20多年啊。哦，差不多20年有啦。啊，师姐，现在收费好幕后？哦，起码。伊吼，伊拢伊还佫有因查某囝伫替伊做，无输者伊唔捌钱。哦，系啊，系啊。我吼行这条路，第一感恩来黄师匠，第二还感恩查某囝。啊，无黄师匠哦，我这条路还是无法度行。黄金寿做慈济，除了跟他接触的人可以欢喜地接触佛法，太太在7年前往生的他，自己一个人生活，也用绝大部分的时间来做慈济。万能师父除了本身的专长，也还承担了环保工作。位于住家附近环保点的清运工作，就是由他来负责。不论何时，只要电话一响，总是使命必达。在将近30年的时光里，每一天都用着和当初一样的心情，用心勤耕属于他自己的广大福田。真正看到介感动哦，这20几年来哦，孙燕那是生根台湾啦、啊，你的爱啊也踏上了国际啦、啊。2000年台湾象神台风受灾，领导真严重。对，淹到楼顶，啊，规个拢灭顶。可是那一年的年底，你又去安徽参加赈灾呢？10月1号象神台风淹大水，我内底扛阮迄条巷仔的迄个粪扫拢摒完，要摒遐粪扫，我要吼拜托咱的师兄，将我迄条巷仔粪扫总清完，涂骹拢洗好。10月7、8，就踏上安徽铜陵去义诊。啊，你到前面拢淹了去啊？你啊，拢淹了去啊，迄树山无淹着。还有你做慈济的心没有浇熄啊？没有浇熄啊，那个压锅器材的那个没有去淹到，因为当时最尾来的时阵，我就搬咧，放我车底，再去开去个管的所在。你知影这些东西，你也报就对了。迄种名你去淹到的，你得做主席开始就对了。做主席会用个名你去淹到。爱介路费，听讲你甲亲戚借呀？对，甲朋友借。是安怎啦？啊，无钱啊，啊，我都。所有的存档吼、存款都拢报销出去啊，要交来现摊啊，
哦，所以几天你无法度做，啊，迄几天也无法度做事业啦。系对啊，系啊，对啊。啊，含一寡即个生产控制吼，嗯，哦，电动工具呾拢都阉掉去啊，啊，迄拢袂用你啊。啊，迄阵你会感觉讲啊，无咱就无趁钱，工资款先卖啦无？有啊，师姐有安尼，哦，阮的同学有安尼讲啊。我讲，因为咱爱有一个吼正信正念，嗯，正信正念，哦，听讲。嗯，有迄个法师伫开始讲，嗯、啊叫恁布施讲无钱，人就倒去病院用万千，嗯、对无？啊，咱有上人甲咱讲布施，吼、哦，名利等，嗯，有效名利等，啊，这两代志名利等。是。啊，要做功德的，一旦借钱来做功德，唔通借钱来医病。哦。所以我坚持功德金吼，功德费，我坚持无停啊。我坚持不停的，就跟他就来做啊，跟他下滚水同款啦。哎，你若一半解切起来，桂花去啊，水哪会滚嘛？重新再来啊。所以你坚持，我坚持，嗯，两年的时间，嗯，我就来做啊。有两年是靠借贷过生活，靠借贷，但是仍然持续要做慈济，仍然做。其实哦，身上有这么多的这个人工啊，绝技又啊了哈，因为也刚真的了不得了哈，又能够无中生有哦，真的是因为处处皆好耶。包含你要不要看看一位师兄的见证哦，以前要团工夫把感情都没得看薄哎，来看看。那一次的募款，他就是我去帮他收线，那我就觉得，因为他收线了，我们正常我们都这样直接捆起来。我那时候才觉得，哎，我以前收线都这样收啊。后来渐渐发觉到，他做事，包括他收东西，包括一个螺丝，他都收得整整齐齐的。像我也曾经跟他一起去做文化交流啊，就发现到他不止在，视听音控，他甚至其他的工作，他随时可以补位，他随时可以有需要的时候，他一定会，很完整，很圆满的把它达成。这样，看需要什么器材的时候，他会想办法。所以我经常跟他开玩笑说，他是马盖先的，他是我们慈济的马盖先，他需要什么东西，他就想办法弄出什么东西来。这样，人口不到啊，对对对，人口不到，对。多少万，几百升级。慈济里的马盖先啊，哈，今天哈。双手万能啊，创造无限的可能，对吧？拄仔咱看到的是今年咱农历七月，吉祥月伫大安森林公园的外场，你伫setting 啦吼，包含咱伫上山火车楼边啊迄个广场，咱嘛办一场嘛，你去到三江的啦，是，因为嘛是讲家人过好呢，四处结好缘呐、啊，希望伫咱这个家人的薪水数伫要落成之前呐、啊。看到我们基隆地区的大师兄，安尼登高一呼啊，也当人间菩萨大招生，和咱家人更加侪人来做耕耘慈济的大福田。好，对对对对。啊，感恩感恩，感恩有你有林真好，阿妈，感恩三位亲友团，感恩大家，大家拢平安，谢谢。感恩。